大家好，我是 KK Trader。今天是6月7号，星期一，2021年。今天呢？想和大家分享这只股票，我曾经说过，它的目标价到5块5，就是这个 ATOS，今天又大涨，穿过了6块钱，所以呢，目标价达到了。我呢是在这一天，因为我设一个价位，想做一天的短差，在这里，因为它是在横盘整理嘛。结果那天早晨，我一刚打开页面，这个价位在那挂着，我想调整一下图片，然后再回来处理这个仓位，得，结果就 trigger，人家把我这个钱给收走了。我是3块4毛5挂的单，但是我是3块3毛4进的，然后现在的价钱，今天的最高价是6块多了，6块3吧，这些价我都看到了，我就想在这儿做 short。然后明天继续往下跌，今天呢大概这样子，我估计是这样，因为前几个的大涨，这是大涨，是4块9毛5，4块9毛9，这个3块9毛9，所以呢这次又给涨一下，给你个信号，告诉你了，我们还是要往上拉高，然后打到最低点继续拉高，在这一点呢就把大家的信心都给打没了，因为自己。已经是损失惨重，损失一半都多，所以呢，这只股票还会有大涨，这只股票还会有大涨。我这只股票也猜对了，也分析对了，因为在这个的时候，3块多钱的时候，我就说会不会涨到5块5，涨到了，而且涨到6块3毛，3毛7，6块3毛7。这就是拉高出货，让这一部分人5块钱这个4块9毛5的人赚到1块钱出场。所以呢，有些庄家还是庄家在这儿已经原来被套牢过，所以这些人全部只套在这儿，有一定压力，然后下来了。另外呢，做期权的呢，它的最高价是8块钱，所以呢，我们都要分析一下自己的仓位，千万。尽量不要做空美股，没有任何把握，不要做空美股。如果你有把握，也一定要设好止损。一旦方向错了，哪个价位是你承受得起的，就要出场割肉，割肉出场。这是我说过的另一只股票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次，我又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。什么呢？不到价位绝对不要出场，也不要设定短期的横盘整理那几点差价，把你又给逛出去了。我已经被逛出去好几次了，这就是股市上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一个严重的错误。希望大家我们都互相学习。大家的布局就是了解大家的布局，尽量避免错误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又进了几个仓位，比如说这个我进了，价位挂高就高吧，反正我都不要看了，因为现在还是低位。它走过，它经常有表现，而且最主要的一点。我还要看有没有机构增持股票，但是这只股票经常来做，它是干嘛的呢？它是做这种 power system solu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in medical, military, telecom and industrial markets。所以呢，这只股票经常的有作为，经常的有作为。所以这属于一个低点，因为
这个比这个高，这个还比这个高，慢慢的在上升，所以我进仓一个小仓位，这个我也进了，为什么？我也是看它的机构，总机构数增加了，持股数，总持股数也增加了，看图表也属于低位，也经常有 pump and dump。有这种上影线很长的，就是有机会。然后买完这个就设定这个价位，在这儿出场。所以说还有一个价位，还有几只股票我进场了，这只股票我也进场了。它是干什么的呢？它是一种肿瘤药物开发公司，一种热激活质子体封装阿霉素，这个 Tremordox 处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第三阶段临床实验，并处于治疗复发性胸壁乳腺癌的第二阶段临床实验，所以它这个第三阶段，这就是好消息，这第二阶段。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另外主要是有增持的机构和增持的股数，另外最好一点是慢慢的在爬升，另外它有上影线是这样的，它的目标价3.46块，所以说这些价位设定好，在这潜伏着，该干嘛干嘛，价位到了再出场。这样的话我也不累，好多时候我都很累，没法干自己的活儿，而且还在赔钱。不是说赔钱，没挣到大钱，提早出来了，天天坐在电脑前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耽误事儿了。然后我也进这个了，1.24块进，进高位低位我都不在乎了，因为就是这点我就进来了，我就要进仓。我就等着它了，这个是2.94块进来的，这个也是强力股，它再跌我还要需要再进点儿，这个走到过8块钱，所以现在呢，它的一半奖钱不到，另外它也经常有上影线，这个我估计还会大涨，为什么？在这儿涨就下来了，然后机构建仓，看到机构，总机构持股数很多，所以这是另一个原因。也可以，这个买股票的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要买，什么价位我要出？这个 WTT 里面的，你的价位就是8块多啊，这个曾经到过8块多，盘前的时候到过8块多，你可以设到9块多都可以，因为这一部分估计还有庄家在这里被套没出来，他会继续拉升，超过这个价钱，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。所以，这是我今天增持的这几只股票，一二三四五，买了5只股票。所以呢，我扔的这些，我这个扔出去，提早扔出去，我少挣了1万多块钱。这只股票，因为我有4000股，我是3块多的价位嘛，整整的损失了2块多钱呢，因为到6块多嘛。整整翻了一倍嘛，翻了一倍，所以呢，这个被翻倍的股票又要被系统给打出去了，一定要设价位，设得高一点，不要让这个价位不要做短差，不要做短差。那几天就在那横盘整理，我就有点磨叽了，就想打个短差，高位出去挣了2毛钱再回来，这个差位又打错了，所以朋友们。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，我跟大家分享都是你们的宝贵经验，对于你们交易都有好处。现在看来呢，大盘好像都在往上走。周四的话，还有个 CPI 这个指数出来，我们都要觉得好像应该再往上走一走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呢，持一定仓位，到时候见高出货，赚一笔走人。然后再逐步建仓，一只股票做完了，
就可以再做第二只股票，这样每年做几个来回，打几个翻倍的，这一年的话也下来了，也不累，天天坐在电脑前也是够累的。你看这个 SPY 呢在继续的走高，已经穿过历史的新高。 DIA 呢， DIA 比较慢，对不起啊，电脑比较慢。 DIA 也是快要穿上，今天它是个阴线， QQQ 还在这底下，但是一个小阳线，是一个小棒槌在这儿。所以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仓位，自己的经验，做好自己的功课，管理好自己的股票。自己的股票就是赚钱的工具，哎，你买好了就赚钱，没买好呢赔钱亏钱的话，你就长期持有吧。有的买好了时机对了进去就赚钱了，有的呢要等一阵子要等这些庄家都进完货了，开始拉升了，那个时候坐这趟车，哎，到高位的时候，或者是翻了一倍或者两倍的时候就出场扣本了。主要是千万不要贪婪，像我似的，我的退休账户挣了80%了，有22000挣到40000，挣到40000多块钱，结果贪心还想挣更多的，人马市场马上就稀里哗啦下来，但是在下来之前还是自己的账号是绿色的，就应该砍，就是就应该出场，还是挣钱了没有？继续花，继续花，把自己的利润全部给花没了，然后账户损失，现在又在慢慢的往上走，一点一点的在回本，好吧？今天我就说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呢，多多的点赞，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我的好几只股票都说中了我的目标价，所以大家要订阅，所以就不会错过要翻倍的股票，看见了吗？我已经有，没有仔细查，也有7、8只股票都至少翻一倍，其他的都翻3倍、4倍、5倍、10倍的，所以呢，你们一定要订阅，所以你们才能挣钱。希望是这样啊，我呢也是一个这个股票投资爱好者，投机爱好者，说什么都可以啊，就是想在这里呢挣点钱，摸准规律。因为呢，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生命就这一回，那么我们经历过的、看到过的都要把它用上，我们要研究出一个规律。掌握好这个规律，每只股票它能涨到什么程度，那么就是你的出货的时机，然后再做下一只股票。每个人至少手里要有10只股票要观察，这只股票做完了，做下一只，再做下一个轮回。但是有些轮回的话，股票都是同时间进行的，所以呢，但是我觉得庄家做庄也都是对不同的股票轮番涨，轮涨轮跌，是不是这样？希望带大家呢，哎，听了我的视频呢，会有一些这个启示，对你自己的仓位，对你自己赚钱，哎，股票上低搞低买高卖，在低处潜藏下来，潜伏下来，要吸筹，高处时候全部抛出，所以呢。请大家和我多多的分享，你认为哪只股票还有潜力？另外，一定要会看这个机构这个持仓那个，机构持仓的增加没有？增加了就有潜力要大涨。所以大家，我们在这里共同分享好的股票，好吗？也不要都听我的，你一定要做自己的分析。你有好的股票，咱们大家在这里共同分享，好吗？谢谢大家观看，请您多多的点赞，我们这个频道才能更见得更好，才会有更多的听众来看我们的这个频道，那么我们这只股票也会飞涨得更快。
人买的多了，股票飞涨的速度就会更快。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技术面，技术面就是图表。那个还有呢，机构的持仓情况，还有呢，简介是什么呢？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？中国公司一定要注意割韭菜。所以大家有什么更好的经验，请和我分享，多多的评论，多多的探讨我们赚钱的机会，好吗？希望这个频道对所有观看的人都有帮助，我们在这里都能赚到钱，好吗？谢谢，再次谢谢您的观看。那么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。Have a nice day， 现在是12:45，希望今天的盘，这个关盘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仓位？如果继续涨，明天估计就能再继续涨上去；如果下跌，明天也许会有个回调，或者是再给你上车的机会。大家请关注一下，我们在这里要不断的增长经验，不断的能够赚钱，不要提前跑出来了，没有上，没这趟车就错过了。本来在车上就被甩下来了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我已经干过很多这样的事儿，所以坐在电脑前一定要坚定信心，不要被市场的上下波动所动摇、所引诱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说的太多了。好嘞，谢谢大家观看，Have a nice evening，拜拜。